五一吃什么？非要跑淄博吗？家门口的夜市烧烤，它就不香吗？特色铁板豆腐，铁板鸭血，豆腐的话十来个，铁板魔芋，特色铁板豆腐，铁板鸭血，铁板魔芋，还有点辣呢，闻着是这个辣吧？微辣。铁板鸭血，铁板魔芋，特色铁板豆腐。铁板鸭血铁板魔芋特色铁板豆腐铁板鸭血铁板魔芋特色铁板豆腐铁板鸭血铁板魔芋特色铁板豆腐铁板豆腐铁板鸭血铁板魔芋特色铁板豆腐铁板鸭血铁板魔芋